父老，我们像我们这么杰出的一个吴先生，我们是不是要全力的支持他？希望，希望，拜托，拜托各位，我们一定要全力全力的支持他。今天呢，我代志讲到无啥认真，我伫遮，我用我所知影的代志来喊各位来讲，大家拢爱，一定爱支持咱的吴姐吴先生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哈。啊，咱刚刚有其他要上台甲咱面的，还是要甲咱建议的，啊，咱的服务处有啥物吼？你对服务处有啥物期待吼？